周深一开口我就听醉了，请唱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也太好听了。Make no difference who you are, anything your heart desire. 歌词我就忘记啦，对不起。电影《心愿》于11月17日在上海迪士尼开启中国首映礼。这部电影同时也是迪士尼成立100周年的纪念作品，所以本次活动得到很大的重视。在此次盛会上，嘉宾阵容堪称王炸，刘亦菲、于适两位配音演员实力加盟，张靓颖跟周深则是作为金曲献唱者亮相表演舞台。我们都知道周深曾经为迪士尼百年活动演唱过迪士尼动画组曲《奇遇乐章》，经典旋律全新唯美演绎，开口第一句就能把观众带入迪士尼的童话世界当中。除此之外，本次活动红毯还会对外开放，也就是说喜欢周深的朋友又可以在现场看到周深了。哇哦，欢迎周深，有请周深在我们的许愿星下留步，在我们的许愿星下拍下我们的心愿时刻的照片。深深请缓步走上我们的红毯哦。作为迪士尼的资深粉丝，周深和来自迪士尼动画的电影有着不解的缘分。2021年初次合作，受邀为皮克斯出品的《夏日有晴天》献唱了同名的中文主题曲。去年的11月份呢，作为迪士尼100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的序幕，迪士尼和周深和迪士尼再度梦幻合作，演唱了《奇遇乐章》，唤起了我们的记忆。欢迎深深，深深留步。我们邀请深深拿下我们的话筒哈，在这边，深深，好，来个，我应该面向哪边？我们的摄像机在这边。这边 ，Hello， 欢迎深深，深深，我们，我应该面向哪边？Hello， 好，深深在这边哈。OK， 站在这边就 OK 哈，深深。这是现场的我们的朋友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我们先邀请深深来跟我们现场以及看直播的各位小伙伴们先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好，正在收看直播的小伙伴们，大家好，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好吗？周深百忙之中再次为迪士尼站台助力，实至名归。昨日，《每日文艺播报》官微上传了作曲家舒楠的采访片段。视频中，舒楠老师夸周深真正好的声音是不会被埋没的。欣赏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歌手，我就觉得被他的声音惊叹到，哎呀，我说这个周深唱歌怎么这么好？我说你日后肯定会出来了啊！当时其实我觉得他对自己是没有信心的，参加好像一个什么央视的一个活动，那么后来果然是越来越好。其实我觉得真正好的声音是不会被埋没的。我是一直在媒体说他是个好孩子，他还有一片初心，对他们老师很尊敬。然后今年6月27、28号的所有的晚会，实际上他都是来帮我来演唱，而且分文不取，对，很懂事的孩子。记不清楚舒楠老师第几次公开夸赞周深了，可见是真的很喜欢周深，期待他们能多合作。此外，在刚刚发布周深首次进入歌手排行总榜前五，首超邓紫棋，仅次于周琳、陈轩。周深能够晋级很难撼动的总榜前五，这已经算是比较吃惊的消息了。因为歌手排行榜总榜前五基本上一直都是周杰伦、林俊杰、陈奕迅、邓紫棋、李荣浩、薛之谦几人，而周深能够首次位列第五已经算是大新闻了。谁知道仅仅一天时间，小编再次被周深震撼到，周深竟然破天荒进入 QQ 音乐歌手排行总榜前三，位列前三甲第三名，仅次于长期霸占前两名的周杰伦和林俊杰。这个榜单变化着实让小编震惊不已。而此时周深自然同时位列 QQ 歌手排行榜内地榜和内地男歌手榜第一名，这可同样是第一次。周深首次闯入歌手排行榜前三甲，这样的成绩绝非易事。熟悉这个榜单的人都知道，一年365天，总榜前五名几乎都被那几个人霸占着。这次想不到周深能够晋升到如此高的位置。 QQ 音乐歌手排行榜是专业榜单，几乎囊括国内外歌手，歌手在榜单上的位置变化最重要的原因肯定来自于音乐相关。而这几天周深在榜单上的跃升，除了之前密集发歌和综艺晚会外，
最重要的原因多半来自演唱的公益纪录片《一路前行》的主题曲《我以渺小爱你》。《我以渺小爱你》同时在线的实时收听人数高达30,000多人，这是何其惊人的收听热度。这首歌曲从5天前上线以来，一直保持10,000的实时收听量，这绝对是大热歌的表现。何况这首歌曲还同时登顶腾讯音乐有你榜、流行指数榜和新歌榜，就连飙升榜和音乐指数榜都位于靠前的位置。不知道大家对深深近期以来的相关路透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咱们的主题有关系，今年是100周年，然后也算是今天也是新愿的首映礼，所以我的身上就有很多很多星光，然后觉得星光很多时候也是很多祝福，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永远带着所有的祝福向前奔。对，深深可以看后面这个设计哈，哇，好像有一个小翅膀一样。对对对，这个该怎么解释？我觉得就是向前奔跑的同时，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乘着爱的那个风飞翔吧。乘着爱的风飞翔，乘着梦想的这个翅膀飞翔哈。没错。好了，最后一个问题呢，各位也知道，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心愿中国的首映礼红毯哈，而且跟各位说一下，深深呢这次也在我们这个中文版当中贡献了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点点？应该不是说在中文版里，而就是我在把原版里面的一首歌进行了一个特别的演绎吧，里面有首歌叫 I'm Star， 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活力，然后很丰富，然后祝福也非常足，然后也非常鼓励人的一首歌，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演唱的版本，然后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听到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因为这首歌应该算是我史上难度最高的一首歌，甚至可以说是现场无法演唱的一首歌。那到底为什么呢？我们到时候听一下这首 I'm Star 就知道了。已经迫不及待了，因为那个旋律真的非常非常好听。对，非常非常活泼，非常有力量。对，我们就期待了哈，请各位媒体老师们一定记得多多期待一下我们的电影《心愿》的许愿星之歌 I'm Star， 由周深给各位带来的。好了，谢谢深深哈，接下来就是我们非常期待的要拍照的时间了哈，我们请小伙伴收一下话筒，有请深深来看一下我们正前方的媒体老师。好，好，有请深深看一下我们的正前方。好，看一下我们的左边。好，再看一下我们的右边。好，都照顾到哈，再回到中间哈，再让我们中间老师观拍老师再来一张。 OK，